来看水，即马即高雄的兴达电厂内底有设即临时的淡海机组，今仔日开始上水来代替即兴达电厂冷却的时阵所需要自来水，而且即水也够加，会当送去甲自来公司的供线内底提供瓦解。抽出兴达电厂外的海水，透过污水水管送到海大机组，经过加工处理，会当送出淡水，供兴达电厂每日的发电用水。产水送到这个兴达电厂，让它做它的发电用水。那为什么送兴达电厂？是因为送了它以后，它就可以减少自来水的用量。解决南部欠水危机，水利署在3月初就来设置着紧急的海淡厂，顶个月27号起运转。上午早时正式来送水予兴达电厂。预估5月20号连接自来水管了后，靠到兴达电厂的用水，加出来水会当提供予民生来使用。水利署表示，海淡厂虽然临时设置，毋过会长期放伫当地，未来嘛考虑要伫高雄找会当设置中台型海淡厂的所在。5月20号开始可以稳定供应产业用水，民生用水，提供给自来水公司每天1.5万吨的供水量，来稳定整个高雄的区域用水，也来提升整体的一个这个兴达电厂的关键基础设施。所以这个海水淡化厂，原则上是就会设置在这边。随着极端气候演变，长期规划会让海电厂变成是闭源功能，不过改会变成跟台南同款引发的抗议。所有的开发都会有一些地方的一个声音，但是我认为只要是好的政策、好的计划，我们都有信心来跟地方这边共同说明。真侪渔民家条无爱受访嘛，认为伫咧东台城基础还未确定设置进程，无方便讲啥物。不过水利署回应，东台城的设置需要1到2冬的可行性评估，虽然兴达港是考量地点之一，啊，不过要再综合来考量，确定要设置嘛，一定会甲地方充分来说明。记者王立婷、林昭宽各用报道。